现在大家更加关注的是吃健康，是是是，就健康比什么都重要。对，最不好吃的东西就是健康的东西。对对对，沙拉，沙拉，轻食。现场的朋友如果同意的话，请拍手一下。蔡先生有一句名言叫所有的美食都是从牺牲一点点健康开始的。哇，健康有两种，一种肉体上的健康，一种精神上的健康。如果你的老婆说这个不准吃那个不准吃，你这个听了是是是是是，那么你就会很忧郁，那你精神上不健康。精神上吃得很开心，吃得很开心的时候，人就身体上会产生一种激素，这种激素让你很健康的。对对对，就是刚才蔡先生说的，他心里面产生了无限美好的那种多巴胺或者什么，他让你快乐。你有什么东西能够比快乐更重要？就是啊，不能赞同更多，是吧，钱鹏？太对了。